奖单位一一上台接受表扬。台北市鼓励绩优宗教团体肯定他们的付出。那社会的各个角落都有好的模范哦，可以被发掘出来。那也希望说，秉持一个叫心存善念、尽力而为的精神哦，让整个台湾社会可以变得更好。台北市慈幼宫连年获奖，长期捐赠各式医疗器材、救护车、轮椅，也给予清寒奖学金等等，只希望秉持回馈社会的精神。有需要帮忙，我们就尽力就帮忙他们啦、啊。捐赠我们自己的社会，也是用这个社会啊，他坐在公益上啊。而指南宫不只是民众寄托信仰的地方，更落实环境清洁，常召集志工一同为自然环境做努力。我们希望为社会达到净化人心，而且让每个人在这么紧张的社会之下能够得到纾解，能够让大家的心情放轻松，才可以更努力的为这个国家、为这个社会做更多的事情。总共超过35个宗教团体获奖，透过善的力量为社会付出，安定人心。台新闻林怡婷、柯信智台北报道。台湾目前约有